拜拜。想到伤心事了。现在全集中。不要难过。我难过了。我等谁都等谁。因为的一切都。都会过去的，没有什么事是一口饭解决不了的，有的话就吃两口，吃一口，人生还是要过的，再吃一口，才有力气往前走。人生，把每秒就先快一点吃下去吧，吃下去，吞进去就对了。